其他嘅班友咧就即系思维素差咗咁多年咧，就唔知道做乜 Q 嘢嘅，即系咁样。所以而家咧，即系人民力量咧，你再讲下人民力量行动咧，第一一定要即系声援茉莉花行动，呢个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嘅一个责任。如果大陆啲人啊都喺上海咧咁话呢个系一个即系专政政权啦，你香港人啊唔支持点得咧？系咪啊？即系咁样系，即系基本嘅我哋即系国民嘅责任呢个系。补充下先，人民力量除咗声援茉莉花之外，咁啊，预善案当日即系星期三朝早9:30都会有请愿嘅。如果各位系嗰个时间系得闲嘅话，都希望可以去立法会支持一下啦。